朝氏月饼是潮汕民间历史悠久的传统饼食，又称之为老饼。其外形偏圆，四周略呈腰鼓状，皮酥层次分明，内馅细腻，有光泽而油润。荣成潮氏月饼从饼皮配置、馅料制作、包饼手艺到烘烤共22道工序，均为传统纯手工制作。潮氏乌豆沙和绿豆沙是普遍的口味，传统的小起酥工艺以活酥、包酥、开酥、卷酥四道酥心，成就了独特的饼皮风味。双面烘烤则带出了月饼浓郁的香味，饼皮香而酥口，内馅肥而不腻，清香甜润，是完全不同于广式、苏式、京式等口感的独特潮味。潮氏月饼具有独特的民俗节俗文化价值，荣成企业深感潮汕文化之厚重与丰富，致力于推动潮氏月饼这门古老传统手艺传承并继续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的人享受潮汕美食，品味潮汕文化。